讲，那你给我处理好，看你怎么处理。你需要我怎么处理吗？你需要我怎么处理吗？我就跟你讲我能做的程序了嘛。我说该怎么处理，该怎么处理、啊。那我刚才跟你讲了啊，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我能做的了？那你能不能接受自己的事情啊？好，来，你们要告，你们要告，问你一句话就好，你们要告，要不要告不是他能决定的。是啊。是啊，家长，没有，他一个告的话，他要通知他家长。啊，对啊，啊，他家长如果说不要，他也不行了，因为他未满十八。对嘛，啊，看看你要不要告嘛。啊，不是他决定的啊。啊，不然你问一下你家长要不要告。